泰国宪法条规定，每个患者均有接受健康服务的基本权利，患者有权接受全部治疗服务，接受医疗服务的患者有权获知治疗的完整信息，以便全面了解病情。此外，患者可以自愿接受或拒绝医生提供的治疗，在紧急情况和危及生命的情况下除外。泰国宪法条规定，每个患者均有接受健康服务的基本权利，患者有权接受全部治疗服务，接受治疗医疗服务的患者有权获知治疗的完整信息，以便全面了解病情。此外，患者可以自愿接受或拒绝医生提供的治疗，在紧急情况和危及生命的情况下除外。